大家好，我是吉伟，很高兴在这里分享我的创业故事。先做一个自我介绍，过去12年我都在汽车公司从事造车的工作，12年里造了很多款车，但是没有一款车让我自己满意，只有两个小小的收获，一个是老婆闺女，一个是看到了很多黑幕。老婆闺女这里就不说了，重点跟大家说说黑幕。提到黑幕，可能很多人都看过汽车的一些报道，但是我要在这里讲的黑幕呢，肯定都是大家没有见过的，没有听过的。这我身上有一个亲身的经历，大概是2年前，我开朋友的一个日系的一个中级车，2.4排量的，轻轻的做了一个小小的刮蹭，去换了两个大灯，大家猜多少钱？8000，这是很可怕的一个事情。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年我在汽车厂里面接触过供应商，一对大灯的供应商的供货价大概只有1000出头，这里面有6倍的一个差价，可想而知这里面的这个加价幅度是多么的可怕。现在电视广告上每天都在播汽车，但是大家知不知道 4S 店每天都在亏本卖车？亏本卖车可能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这么说呢？总不能赔本赚吆喝了吧？所以说我在这里跟大家公布两个账本。第一个呢，就是汽车 4S 店，尤其是在北京这样一个主流的品牌，大概每个月的库存大概是100台，那以平均每台15万算起，那一个月的资金压力就是1500万。而且这个汽车厂家是非常狠的，每个月都压，不是只压一个月。我过去呢，在汽车公司里面也做过大区经理的这个角色，每个月都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给经销商压库存。那长期下去 4S 店的这个肚子是吃不下的，那吃不下怎么办？只能亏本甩卖。所以就是为什么 4S 店都是亏本卖车。第二个账本就是说， 4S 店天天亏本赚钱，亏本卖车，他凭啥活呢？毕竟 4S 店这么大规模，要养那么多人，那 4S 店从哪里去赚这个钱呢？就只能从售后维修上面去宰车主，而且是狠狠的宰车主。那作为一个造了12年汽车的汽车人，总想做点什么，那这也是我整个创业的一个缘起。2010年，我来到了北京，开始了我的北漂生活，各种堵车，各种用车的不便接踵而来。好不容易有一个周末，本想陪陪老婆，陪陪孩子，但是很可惜得去 4S 店，一去一天就没了。所以说我一直在想，有没有一种保养方式，既不用出门又省钱。所以说我就开始琢磨起了上门保养这种模式，希望通过上门这种保养模式，让我们车主不出门，在家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终极目标就是干掉所有的 4S 店，让我们少一点时间在路上拥堵，少一点时间被 4S 店欺负。最终目标，希望通过上门养车，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美好。时间到了2012年年底，开始正式筹备这个项目。花了10个月的时间，到2003年的11，我的第一期的项目正式落地。当初就我一个人单枪匹马，只有一个网站，一根400电话线，一个工具车，然后每天早晨4点钟起床，5点钟出发，花了3天的时间发了2000份传单。我们设计了一个锁一样的挂钩，可以直接这个挂在这个门把手上，希望它能留的时间更长。但是很可惜，还是没干过风和阿姨。为什么这么说呢？有1/3的被风吹走了，有1/3的被扫地的阿姨给打扫走了，实际上只有1/3的留在了车上。在发传单的过程中，得罪了很多个发传单的小伙子，可能大家没有发过传单，不知道这里面的故事。一个车上广告效果最好的是他的司机的这个门把手，因为我比他们起得早，所以我抢到了这个最好的位置。那比我起得晚的这帮小弟在后面都很恨我，因为我把好位置给占了。经过这次发传单，大幅提高了我发传单的一个能力。我想如果未来我不创业的时候，我可以为其他很多创业的公司去发传单。接下来的一个月的时间里，得到了16个订单，花掉了我老婆2年的年终奖，这基本上算一节卡的第一笔原始的投资。随着团队的壮大，但是我也多了很多个老婆恨我，不是我一个老婆，是很多个老婆恨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的合伙人放弃了原来安稳平稳的一个工作，来到这里跟我一起做这个没有周末没有高薪只有高风险的创业。就像马云所说的，有一对败家的女人成就了阿里巴巴的未来，我也希望有这样一群恨我的老婆来成就一阶卡的一个未来。3到7月份，一阶卡的订单每个月保持了100%的一个增长，这一点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期。最多的一个车主在5个月的时间里预约了我们的4次的服务。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现象，我们有一个技师获得了一个很好的称号，叫做妇女之友。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因为有很多车主，尤其是女车主，主动通过400电话指明要吴师傅出台。后来我们分析，吴师傅为什么这么受到女性车主的青睐呢？有人说他长得帅，有人说他技术好，其实我们分析完了之后，实际上他活好。
而且更搞笑的是，到了今年的九月份，我们推出第二个上门保养品牌的时候，上门这个词儿成了一个违禁词汇。尤其是我们在百度、我们在腾讯里面注册第二个上门保养品牌的时候，我们没法通过，这多冤呐！我们做的是上门大保养，不是上门大那个啥。我们在所有的上门服务里面可是最有技术含量的，所以这是我们过去的一个创业的故事。接下来到了七月份，我们去拜访了创新工厂。第一次到创新工厂的时候，我心里非常的忐忑，心想啊，这个开复老师可是全民偶像，怎么能看得上我们这种小小的创业型的公司。但是去到的结果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期望，只用了3周的时间，他们就决定投我们，而且我们的天使轮的投资都拿到了1000多万的一个人民币的一个投资。拿到第一笔投资的时候，我们回过头来去询问创新工厂的合伙人 Chris 的时候，问他当初为什么投我们，他的回答令我们大吃一惊。他说，我当初选择你们是因为你们在工厂所有投的项目里面是一个最土的团队。当听到这个答案的时候让我大吃一惊，难道是因为我穿的土吗？其实他的意思，我们在所有的团队里面是做的最苦最累最脏的活。要想做好汽车 O2O， 其实最缺的就是我们这种脚踏实地的土劲儿。接下来到了九月份，我们一直在思考未来怎么发展，因为有了一阶卡的一个铺垫，下一步我们怎么去走。我们做了大量的一个调查，我们发现像奔驰、宝马、奥迪这样一些中高端的车型，他们的车主需要的服务可能是希望所有的业务都在我们去打理，包括洗车、包括验车、包括他的二手车的销售，都希望我们把它给处理掉。但是呢，像大众、丰田、本田这样的一个车主，他们更多的看重的可能是经济实惠。所以说我们在九月份做出了一个决定，在一阶卡的基础上新推出第二个上门保养的品牌，也就是博派。那博派呢，也是国内第一个针对某一个细分市场推出的一个上门保养品牌，它专门服务于奔驰、宝马、奥迪、沃尔沃、MINI 等高端品牌。那博派的推出也我们也希望开启一个全新的时代。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因为我们是北京第一个做上门保养的品牌，从今年的七八月份开始，有很多的模仿者纷纷的加入了这样一个热门的行业，但是到今天为止我们没有发现一个品牌达到我们现在的一个服务水平。我们希望通过博派的推出，我们把这个上门保养的服务体验推向一个更高的高度。线下的体验的第一块就是我们技师的团队，要想做到博派的技师，他必须具备两个标准。第一个呢，必须在 4S 店，尤其是宝马、奔驰、奥迪的 4S 店具备10年以上的工作经验。第二个呢，他必须要经过我们长达6天甚至到1个月的一个长期的一个培训过程，经过1到10级的一个认证考核，才能上门去给我们宝马、奔驰、奥迪的一个车主服务。为了使我们博派的技师更好的服务我们的车主，我们花了大量的心思，尤其是我们的小伙伴在一起头脑风暴的时候，都在想哪个行业的服务最好。大家异口同声的想到的是空姐。所以说我们花了大量的精力，通过很多的朋友找到了国航专门给空姐培训的老师，来给我们技师进行培训。培训的过程异常的苛刻和枯燥，比如说让我们所有的技师嘴里含一根筷子，教他怎么去笑，以及教他怎么去蹲、怎么去站。那经过这个严苛的培训了之后，我们的技师在上门服务的时候可以大幅的提高他们跟车主沟通的一个自信心，那整个客户的体验、客户对他们的一个认可也会好很多。另外一个呢，在北京我们还面临第二个敌人，就是雾霾，就是 PM2.5。 那针对博派这个品牌，我们推出了一个最有特色的服务，也就是 L20 计划。什么叫 L20 计划呢？相信大家都看过一个广告，一个抽油烟机的广告，叫做终身送滤网。那在博派这个品牌上，我们推出了一个终身送 PM2.5 滤芯的一个计划。怎么说呢？就是我们每年试次免费上门为我们博派的车主更换这个 PM2.5 的滤芯，让我们车主的车内空气的 PM2.5 的指数永远低于20。20可能大家没有概念，给大家报一个数字，北京2013年全年 PM2.5 的指数低于35的天数，大家知道有多少天吗？只有41天，只有41天，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数值。所以说我们希望通过 L20 计划，使我们的博派不光关心我们的车，更关心我们的车主。有人问博派成功之后你们想干啥？再娶一个白富美是不敢想的，但关于造车还是有一点小小的期待，毕竟造了这么多年车，没有造出一款自己满意的汽车。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好歹成为下一个李书福，当然能造出特斯拉心里就更美了。今天希望和大家一起见证博派团队的未来和博派未来的梦想。我们希望
未来总有一天我们能造出自己品牌的汽车。最后，谢谢大家能坚持到现在，听我讲完自己的故事，谢谢大家。